急なお知らせとな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けども、本日をもちまして相澤みなみは AV 女優としての活動を引退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。现在发表说在 AV 要隐退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菇啦。我会很期待这一次跟粉丝一起两天一夜。我很高兴，因为要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。急なお知らせとな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けど、本日をもちまして相澤みなみは AV 女優としての活動を引退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。现在发表说在 AV 要隐退了。他说本来在三年前就要隐退了，但是刚好碰到我们的 COVID-19， 那么他觉得景气非常差，所以他想说为了贡献，他想在 AV 业界再继续再炒热他，那么现在已经解禁了，所以他想要隐退。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？选在台湾发表的那个，他选在台湾是因为他认为说日本的 AV 跟我们台湾的观念不一样，在日本他如果发表他隐退了就这样子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在台湾他热爱台湾，他希望他的隐退不是就这样子终止了，他还有继续再走的路，希望在这里再选择他的第二个人生。他不会再继续拍 AV 啊，但是会拍什么片，现在开始应该会有一个机会出来，因为已经有计划要拍演艺方面的，有这个计划在。